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计划。我是老头欧的美，欢迎回来。林北今天又回来我们的方舟生存。今天呢，我们呢来到了这个沙漠地区，看见了各种奇妙的新生物。老头现在非常的兴奋啊，然后呢又意外的看见了前面这是虾米鬼东西，我看不见。第一人称，这什么啊？哇，他这个羽暴龙头居然是蓝色的，这个去蓝法是不是？有点像音速小子，没有老师乱讲了。音速小子跟红果合在一起啊，抱歉我乱讲。总而言之呢，今天老头来到这个地方哦，发现新大陆啊，各种奇形怪状的生物在这里啊，就这样子莫名其妙蹦了出来。然后呢，前面这一只是什么雷霆什么鸟的，我忘记了。我记得这一只好像原本是在红树林啊，然后版本是属于那种小型版本的。不过在这个地方，它居然变成雷属性的。哎，是雷还是光属性啊？应该是光属性吧。老头在还没开路之前，好像还有看到一些很奇怪的哦。这个到时候如果有遇到的话，再给你们展示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么呢，老头想要先去抓一下前面的那一只光属性的。好吧，我们先来抓一下好了。既然有遇到就抓嘛。还有那只羽暴龙，顺便把它带回家好了。这是什么？这边好像也是有，可是这属性好像不太一样。冰属性的，我们来抓冰属性的好了。老头比较想要冰属性的。然后上面有一只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狮尾蝎啊？不要理它啊，它已经不稀奇了。我们已经对它无感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拉一下血条，前面那个地上冒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哇哦，这就是我说的那一只啦，国王那个皇后啦，皇后，然后是顶尖版本的，这个好像这能不能抓啊？这个能不能抓啊？是照得到吗？不行，要它起来才照得到，它起来才会显示那个数值。我把它引出来好了，我把它引出来。它是野生的，它可以抓。哦，又一只高级版本的，我们要哎呦，它掉下来了！哇，机动性那么强 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我靠，上来了！别，我怕！你就有种再给我出来一次啊！信不信林北一枪把你弄死？真的出来了！我怕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怎么办？操作需要很优秀才可以弄到它呢。有了，一发入魂。这家伙该不会又是跟之前那一只皇后吃一样的东西吧？然后这边有牛龙我想要先把它弄晕，不然这边牛龙真的很搞纲。干什么东西？很会哦！大家都很厉害哦！一人一枪哈，一枪一个哈，拜托，一枪好几亿个给你啊！去死的，嫩！这只比我之前原本抓的还大只哎！他会不会吃恶魔？不会，难不成又是吃那个东西？那个东西我的数量已经不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那时候是弄几个啊？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哥们。那东西在哪里啊？很不起眼的那个，长得很像大便哦。找到五颗，你是不是这个？真的加多少？两颗就够了可以。来，再送你，快点，要赶快喂它，不然会掉驯养值。再一个，起来 ，yes， 感觉很强哇，比之前那个还大只啊！这石巨人，我没看错，咬一下6000多 ，Oh my god， 石巨人喷飞了，这只我喜欢，顶尖的这个死神女王，顶尖的死神女王，我刚刚把谁咬死啊？右键是喷这个刺，咬一下他们，好像有撸到6D ，C键是甩尾功。好了，他没有任何攻击了，他的跳应该也是一样蓄气吧？
欸，不行，这一次不能跳，这次不能跳，这次不能跳。可是这次看起来很强悍，我喜欢这一只，又入手一只了，耶、yeah, 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，而且还是顶尖的哦。这一只是就是有点类似强化版本的，而且色泽我还蛮喜欢的，超帅气。好，把你传回去，先把你带回家好，我们之后再慢慢的玩你。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！再见了，啊嘶！好了，然后我们刚刚那只雨暴龙飞去哪里了？咱们来去录一下雨暴龙。雨暴龙大哥，我来了！雨暴龙，雨暴龙啊！对，我们还要抓那只冰鸟哦。我比较想抓冰鸟，前面那一只光属性的我就不太喜欢了。来来，先弄一下冰鸟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这个是光鸟，冰鸟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石巨人走开哦！哎呦干，打屁哦！别这样子啦，都可以做好朋友，为什么不做呢？前面那是什么属性的？我靠，这一只狮鹫兽我没看过哎、欸，这只狮鹫兽好酷炫哦！而且它的英文名呢什么意思啊 ？LECTRIC， 电气狮鹫兽。是不是开抓啦、啊？电气狮鹫兽，哎，我看一下，野生的可以抓。来来，让你一发入魂，这只也入魂，你也入魂，通通都入魂。这个枪真的是很作弊，不是我要说，抱歉的 bro，sorry bro。好，这只阿法的龙算了吧。哎呀，不，错几条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我的心脏是很脆弱的，你这样害我吓一跳。来，哇，电气阿根廷吃什么？希望你要的饲料不要这么的可薄，哎、欸，要吃大腿肉就行了、欸。好佛心哦、喔，太棒了。因为有一些物种都需要特别的饲料啊，真的蛮麻烦的。哦耶，会不会这次会比我这只天宫霸主还强啊？那以后骑这只就好啦，对不对？血有46000，炎龙来了，炎龙大哥别，炎龙大哥走开哦。好，当我经验值也是可以的、啊。我要生气啦！哦，10万伏特，皮卡丘使用10万伏特，以后你就叫皮卡丘好了，好不好？哇，经验值给好多哦。哦，叠下他的血量。然后剩下点攻击好了。哦，不用担心我们血量不足的问题。哦，我们这恐惧模组呢有5秒回100%的血。你看有没有用跳的，超屌的。哇，不过这只移动速度有点弱。不过它的电击能力，等一下，它跳那速度是电到我自己吗？不是，电到同伴。再一次。是我说啊，我知道了，刚刚那一只这个龙啦，啃噬龙会反伤啦，我想起来了，有没有？我被反咬了，920滴左右，哎、欸，这还蛮不赖的、欸，会放电。C 键是什么 ？C 键没有功能。哇，那前面那只什么？哇，火焰狮鹫兽，嘿嘿嘿，哇，今天都要来玩狮鹫兽大集合就好啦，超酷的、欸。啊！而且你看那个周围还有那个电光，还蛮帅的，超级赛亚人二附身的，有没有？那我猜超级赛亚人的气场，好酷哦！这片沙漠地区真的是无奇不有，啊，让我叹为观止。然后前面好像还有城市的样子，这边有一座大城市，咱们都没有去过。我觉得先把这只取名好了，叫做什么名字？皮卡丘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我比较好认。皮卡因啦、啊，皮卡因，好不好？然后给你吃一下我们的祖传的传送装置，好，那你就可以滚了。哎、欸，我不想滚了、啊，拜。好的，啊，然后那边还有一只火焰狮鹫兽，我也顺便录一下好了。好，把我们的蓝鹰拉过来。以防万一，然后
下面岩石巨人炎龙火焰狮鹫兽在前面，充满着火焰的气场，这么的帅气。炎龙在那边不断干扰，哇，那只三角龙，那只不是三角，那只棘龙，阿法的棘龙。哦，不太想抓啦，可是我觉得外形蛮酷的，红色的就是了，好吧。哦，不要打我，他感觉他看上我了。来来来，哎呀 ，I'm sorry。哎，上面那个是什么什么的？哎，没看过哎。那只我也想抓，前面还有冰的，哇，三种属性齐聚一堂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狮鹫兽大集合 ，very good。大腿肉比较快啊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没错，两颗就起来了。蒙呆奶，差点讲的蒙虾米，摸奶奶吗？啊，对哈，我有经验瓶可以给他刻哎，我都忘记了。啊，负重点过头，哈斯攻击力，然后给你嗑药，慢慢嗑。哎哎哎，干什么东西？欺负我们家的？开下的火焰攻击，哇！哎，还有冰的，来来来，冰的，给我过来！我这已经瞄准你了，我锁定你了，你去哪里了？你不要拍翅膀了，我看不到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哎没中没中，我 nice， 好，哇，三种属性入手，接下来还要有什么属性呢？啊，欸，好可爱哦，阿法的，别跑，你是我的。啊，我记得这个吃种子哎，我没有那种鬼东西，要怎么喂它？对啊，这只在异变里面好像是吃种子的，还是说在这里它被改吃果实？我看看，可以不要去推我吗？我很生气哦，走开啦，完蛋了，我不知道吃什么。这个彩虹饲料也不是，天空饲料也不是。哇，看得到抓不到，我印象中他是真的是吃异变的种子，算了，没有机会了，还是先赶快把他抓起来再说好了。拿去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呦喂啊，回去咯，我们来骑看这只冰的负重，可以点。啊！磕。不管是多少，都来一点。哇，欸，冰的颜色配色我还蛮喜欢的，我还蛮喜欢它这个冰的配色，白色配蓝色，蓝白托的概念，超级蓝白托。啊，不知道下一集出巡的时候，你们希望我用哪一只狮鹫兽呢？啊，到时候你可以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。老头，我比较喜欢你用这一只，这只叫做。这只叫什么名字？冰的啦，哦，冰的啦，好像已经有了，欸。冰的音，好，冰的音，好，以后你就叫冰的音。好，你可以回去了。OK， 我们继续看一下还有什么。我们那只羊羊就比较可惜一点。我们去前面那座城市好了。我很好奇，这城市到底长什么样子？然后这边又有一只啊，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一只，可我不知道那一只功能是什么。只要是有英文名字的，都是恐惧模组里面的一些恐龙。然后这边有一只紫色的巨蜥，感觉非常的强悍。它的血多少啊？两万多。好，不要理它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前面。我靠，这什么 ？Oh my god！ 这可以抓吗？我想挑战看看欸。啊，我们的婉容为什么四只脚插在土里啊？这下面惊醒，我来照一下，挡住了啦。它没有显示欸，我要把它打死，还拿到东西，好笑。欸，它这不给显示欸，算了，我先开枪再说。答案是不行的，我把它拉死。蜘蛛大哥，秒杀。
杀掉他，什么都没给我，表示难过。什么鬼啊？好啵，应该是我攻击太高了啦。嗯，如果是一般的方舟啊，看他打很久，直接把他秒掉了。我看一下到他身上里面有没有东西。哎呦，有哦，有呢！哇，高级的麻醉枪，有有有有有有，并不是没有料的，只是要去他的包包里面捡。非常好，好，我们走。哇，遇到那么奇怪的恐龙，应该是说奇怪的昆虫，蜘蛛哥。这边还有什么东西？哦，这张图处处都有惊喜，冰属性的。哎，这是不是我本来想抓的那一只吗？呵呵，他动作好好笑啊！来来来，哎哎哎哎，很会哦！去哪里啊？给我转回啊！哎，为什么没有射到？哇，等到这是他的残影。哎呦，好快啊！你做事够过来啊！哎。他到底要不要打我啊？我就觉得很好笑。哎，我装子弹，该死的！快点！好，那我看我是下来好了。哪里？我靠！我炮枪炮的很严重嘞。来来来，冰属的鸟儿，我打赌你也是吃肉啦，是不是？嗯，是，非常好，可以直接起死过瘾呢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能力是如何，感觉比施救兽弱了点，但他攻击出手好高，而且飞好快哦。哦哟，不错哦，来给你磕一下。哎呦，哎，真的飞很快，不是我要讲，这是拿来赶路用的吧？哎，这个是哎，奇怪，这只是冰属，那我这只哎，一样也是冰属，只是颜色比较不一样，我这比较偏蓝。哎，这只跑好快哦。右键是什么？喷那个兵器吧。十一键没功能，把你打死。干空战哦。TC， 那打死你。哦，我被录到了，我要终结你 ，nice， 我超强，哎，真的很快哎。我们等一下试着跑一下这个广大的沙漠，好了，刚好这边有一个遗迹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到别的地方可以。哦，这是我之前放的传送门，以防万一我找不到这里。你看看超快的，有没有滑翔翼？有没有？好吧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哦。那下一集呢，我们继续在这个一望无际的大沙漠再继续稍微做个探险哦。我们应该还有很多东西没有预见。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集，我们今天抓的东西应该也不多哦。诶，有吗？一二三四，我们抓了四只吧，对不对？抓了三种属性的，诶，五只吗？死神皇后强化版的，然后这一只，再来就是冰跟火还有雷三种属性啊，对，我们差不多抓了四只还有五只吧，今天也算蛮多的哎、欸。好吧，那么算了，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结束啊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，方舟生存进化再见面了，拜拜。